还是一个老破鸡，其实不太好打。我决定20分钟给对面解决，咱们今天直播到此结束，行不行？全军出击！解决不了，哼！你看看解决，解不解决得了，小伙子？一级先学个 E，打个大虫子啊！他上来肯定骸骨镀层，100%。先把这层给他破了，怎么破？不是直接往他脸上冲，是看哪两个小兵跟他站得近。哎，俺们一小兵，先出来。比如说，我们先 A 这个兵，这小子不是上来要补刀吗？一个 E，看着没？哎，这个样子。他如果一级学的是 Q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干了。一上来点一下，走位。怎么的？又开始一个刀不补了呗？行，不补拉倒，爱补不补，给我补刀呢？我看你带个多兰戒，你能怎么样？别跟兵站一块儿啊！他指定是 Q 兵加 Q 人，E A Q，哎呀呀呀，这让他砸了！学个 W，二级学的 E 是吧？先 E 他人 A 一下接个 Q，再 A 炮点员，闪现平 A。W 出塔吃个药，他指定闪往下走。啊，他不闪。我们插了个眼儿，所以跟他游应该是没啥问题的。在这儿回家，这个地方他往下走看不见我们，直接在这儿回家。他不知道我去哪了，他肯定以为我们去下面了啊，这是100%的。但我们偏不去下面。在这卡一手，他视野，他往下一走，傻了，找不着了。你到底打不打野？你快点，人家都打完双 buff 赶开一波，你在这磨磨唧唧的打个破戏，痛痛快快的。控一波线，想来了，来吧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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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有红就是。我希望你能踢得到他，兄弟。走位一手，A 接一个 Q，完事回去把兵线继续卡住啊。他不用玩了，他这是游戏结束。我以为你能换俩呢。大虫子开启了挂机模式，挂机模式。我要不是瞎子给我插个眼儿，我都不知道他人上哪去了。我的根本我就看不见，这个经验不让他吃啊。
来杀，直接推啊！我往上溜来，这波塔我扛，越塔。来压制上单的最好办法，就是兵线来的时候不让他吃，兵线回推的时候把他塔下强杀了。哎，这就是最好的办法，知道吧？这一大波兵没吃着，你看难受不？并不是说一直杀他才是对他最好的压制啊！像这大虫子，多少兵？先一小兵位移一下。A 杰克 W 走有跳弹，问题不大，溜了。哎，还打盖轮一个大，挺好啊，回家了。哎呀，上当了，这是。来个皮孩吧，他推线推正好推到这儿，哎，我们再控他一波，他五级打我们马上七级，再控一会儿线我们压他三级，能不能控住？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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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正好进塔了，靠，还正正好好。没事啊，看了上一波大虫子到底是怎么玩的，我们这一波往这儿插个眼来，观察一下大虫子的动向。如果他敢上来一步，我们直接 W E Q R 把他闪打出来的同时，然后把他杀了。如果这波再能把他杀了，那确实就是起飞了。他以为我们看不见他，怎么跑的这么快呀？这波跑的有点快了，这他可能看出来了。看出来了，我们就得自己杀他了，等个点盐吧。我操，先 Q 他一下，六五四三二一，好，刚好沉默跟彩全用了，把他杀了来。技能给你用的，寡妇搁下路呢，好，没关系。盖伦来收兵来了，你是要换路啊，还是怎么的呢？回家出分离者，我们八级，他六级，七十四刀，他三十三刀，我估计能差他，现在应该能差他两千来块钱，差不多。应该有，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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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哈着过来来，他没用闪现，再杀他一波，把上塔拆了，拆完上塔以后去下路，节奏直接起飞，不用踹了，那直接杀吧，这给你了，这个我们不要了啊，因为它实在是不值钱，不知道它有没有传送。
不知道他有没有传送啊？他有传送，我们就直接拆他，在这堵他啊！这边在这堵他。为什么少一个兵？谁能跟我解释一下？他好像传到，哎，他好像传的是二塔吗？不让他吃兵啊！来来来来来！先把寡妇给杀了啊！那你跑不了，兄弟。哎，去吃三郎去了，好像。快推啊！他去吃三郎了，我们让他狼没打完，兵线就给他推过去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炮车你可别吃，这不能让你吃，小伙子。你想吃兵啊？那能给你吃兵吗？你觉得这些小兵你能吃得到吗？这是最后一波啊，最后卡他一波，把上路一塔拔了。我留一个，哎，留一个，让这些小兵打这个小兵，这样这波兵也没了。拆掉。哎呦，可以。往右边拉，他看见我打了，有可能会干扰我。把这个打了回点蓝，然后打个蓝 buff， 往左边拉，省得被寡妇给抢了的。九头蛇多少钱？3300，挺贵呀。走，这波回家，然后去下路，小龙刚好刷了。正好小龙刷了，我们往下走一波。可以，他们肯定要开小龙，但他们不知道我来了。哎，不开小龙，我没想到啊！跟我来来，永不动摇，永不动摇，永不动摇，怎么就永不动摇？我倒要看看这维恩怎么跑，还抠甲猴，一甲猴，哎呀，这人头不应该啊！把小龙拿了，小龙拿完把下塔拆了，我让你瞧瞧我的节奏。这什么东西？盖伦可不好野啊！中塔也没了。下路也没了，上路也没了，我们就可以在对面野区为所欲为了。
这怎么回事？这今天必须打他一下子。哎呀，维恩，来维恩，维恩，你看这人没？根本他就没有生存环境，你知道吧？只要把对面的这个塔给他拔了，野区我们就随便进。天哪，技能可挺多呀！杀盖伦好了，这不是？早知道杀盖伦了，你们这不都死了吗？这波俺俩二打四，行。把他二塔给他扒了，说二十分钟结束，不要拖泥带水。我拆塔很快，快跟我拆！走了，不能打了。没事，问题不大。对面如果要硬追也追不上，没事，回家了。回家出九头蛇。这把得出的右一点，要不然对面打我们还挺疼。瞎子打完峡谷先锋，我们下路单带，队友推中推上，不要给对面一点喘气的机会，这他们连气都喘不了，现在对面就是窒息，没有空气。这维恩自己带线的就死了，你说你们家下路守不守？来一个人守不住，来两个人打不过，来三个人我就跑，溜了。一个小破盖伦想追我啊！哎呀，那基地都要爆了，还他妈追！追吧，追吧，拆基地了，神经病！杀我一个，推了一路，你这，哎，其实刚才反打我估计应该也够呛打不了，他们家真伤太多了，那盖伦一个真伤，那个大虫子一个真伤，还带沉默的，应该是没有大费点劲打不过，应该没事，继续拆吧，我来了。对面赢了二十分钟，没超过二十分钟，二十分钟零四十秒，怎么能算二十分钟呢？拿下！好了，兄弟们，喜欢直播记得点一下我们右上角关注，啊！
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再见。